家裡的，是怎啦？有心事心，无回来到时阵，一句话拢无讲。无啦，可能是受忝啦。是啦，我看你哦，毋但是受忝，心嘛足忝的吼。啊，厝头家要甲阮店面卖掉。啊，恁厝头家，敢毋是正群公司？ 是啊，啊，着郑群妈妈坚持要卖啊。阿姐啊，你即马讲这是要创啥？阿姐姐讲的，就是事实啊，想怎袂使讲。妈妈，而且你敢知影伊要卖迄个对象是啥物人？就是咱死对头潘大庆，真正毋知伊头壳伫想啥，竟然做这番代志。啊，若是真正迄个去哦，刚迄天死龙迄个星，咱也袂甲捌乱，咱拢是红万倒去。 唔对啊，安尼合约敢是签五年，啊，因那样讲卖店面就卖店面，那恁能开遐种行情，唔拢白了呀？我有打电话郑群一报价，我想讲我拄好伫迄遮，啊来看卖看伊是唔店伫厝。安尼哦，嗯，海仔也是讲只啊，郑群你上班无伫厝诶，啊，毋过我看你遮尔着急，是毋是有啥物重要代志啊？无紧啦。 你有囝未吼？阮毋是才讲，较不足，伊是阮兄弟，咱拢家己人。好啦，你食你的包啊啦。嗯，上姐啊，有啥物话你就直讲就好啊。是安尼啦，我着听讲，五总要甲这心愿的店面卖掉，啊，啊，家里甲店面收起来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家里就无简单，才开这间店，安尼关掉，真正有够可惜的。 所以我就想讲，要拜托郑群哦，是毋是有法度跟我总讲一下，看是毋是有其他的办法，咱来解决。兄弟，是的，我知影阿姊对家里的一定有意见的。哦，无紧啦，叔，你别烦恼啦，阮生意讲一声吼，因阿姊阿官哦一定会答应的，代志就解决啦。嗯，有影、啊。嗯，志成，是不是麻烦你？哎，琼姐啊。 讲啥物麻烦啦？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会尽力处理。多谢啦。袂啦。顾总哎，明明拢做人老母的，我都了解，连你做嘛是为着查囝好。啊，不过我嘛想要替阮后生讲几句话啦。家里出工了后，伊有影变啦，伊即马所有心思拢放伫个经营餐厅。 伊真正无心情，搁担啥物乱来，所以应该无你烦恼的代志发生。所以吴总诶，我伫遮想要拜托你，你莫甲店面卖掉好无？刘家丽是毋是有认真伫咧做工课？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店面是阮伫咧投资的，有利润，我当然卖掉啊。搁再讲啊！ 我无可能替阮查某囝未来幸福甲恁搬，还佫有，你莫想讲你是郑群的阿哥，就会当找伊麻烦，安尼予郑群真歹做代志哦。朱姐，伊安尼讲伤超过啊，还算起来，人拢一家人咧，你的态度敢毋是答案的？想甲伊是一家人，你啊。